华为的 Mate 40全系可以说是国产手机的巅峰之作了，出色的软硬件使用体验放到今天都是第一梯队的水平。不过当年动辄加价几千，也直接劝退了很多兄弟。但随着如今麒麟 5G 的全面回归，它的价格也终于是绷不住了。先看这个今天帮一位粉丝带彩的华为 XSR 大折叠，120Hz 高刷大屏，搭配鸿蒙系统，流畅度毋庸置疑就是现在的天花板。而且它还是首款支持北斗卫星的折叠屏，虽然说现在官网还要上万的价格，但我们批发的95星才5200就能搞定。追求使用和性价比的还得是看这个 Mate 40 Pro。 麒麟9000的旗舰处理器加上鸿蒙系统，流畅度不比很多新款旗舰差，后置大底徕卡三色，硬件来说还是顶级水平，平时当个望远镜夜视仪都毫无压力。大星环的设计跟 Mate 60差不多，也是华为顶级旗舰独有的，之前一直要4000多，现在 5G 版的直接3100拿下。